生日派对，生日派对，宝宝的生日派对。所以我们准备来拿礼物，我们已经昨天已经买了一个，今天来拿我们第二个礼物。是什么？婴儿的便袋吗？婴儿的便袋，婴儿就跟狗一样。婴儿为什么有便袋？好贵。这个小滑棒，就是它，很可爱吧？这个小狗。这个是另一个礼物。谢谢。超级小的 Air Force， 看到没？嗯哼。这有多小呢？你看。那我们今天来教大家怎么临时包礼物。考验我包礼物的技巧。你有技巧的啊？我不知道。像智障一般，只能拿出来包最后。而且我们刚刚还冲进去梦里面再买了一把剪刀，因为要不然我们刚刚像狗啃的一般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位，这爸爸。为什么？这爸爸跟妈妈。这里都很多的 family。在喝奶，你看那个梅花鹿，斑比。爸爸不要看我们，爸爸我们没有要对你怎么样。爸爸等一下冲过来吧。结束了，刚刚后来就下大雨，看伴手礼，很可爱的 party。现在我们准备回家了。我们上礼拜去玩 safari party， 所以我们今天打算来这个野生动物园，真的野生哦。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走路。真的有这么多车来看？我从来没有开车进过动物园过。我也没有。坐这个车，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开车。丁诺是谁啊？丁诺是干嘛？就等着坐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看？我们今天来六旗的。哇，你看那边，云霄飞车上去了。哇！但是我们没有要去主题乐园，我们就是去动物园。去野生动物园，开车进去，所以给他门票。嗨 ，Hello，Hello， 那你去啊？进来了，进来了。所以我们随时可能会看到动物。下雨了。我先侏罗纪公园了，侏罗纪公园这边就下雨，等一下就会有暴龙。哦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这边只是鹅啊，我干嘛看鹅啊？鹅我们家旁边就有了。很好看。为什么？哇，在这里。我靠！你看下雨，你看野生动物园，哇，好酷哦！那只的屁股好赤裸，滚过来吧！它过来干嘛？哇，它跑起来了！我靠，真的好快乐哦！好有趣啊！好可怕、哦，好近哦！为什么只是草食性的，我就觉得很可怕了？好近，好近，好大。所以这种小雨是对他们来说是开心的，当然。那边有一只很白的，你自己看，最后面有一只，还是那个是间隙？那是间隙。真的？间隙吗？你确定？可是它就是很白，又不是间隙还动。我刚以为这石头，就这边很多很多的，这是白色。我觉得这很适合来耶，这个如果很喜欢看动物的话。
哦，长颈鹿。哦，长颈鹿在前面。他把路挡住了，因为。真的吗？所以大家才在等。嗯、哦，长颈鹿在外面。嗯，它在路正中间。哎哎，鸵鸟。不要再拍鸵鸟了。哎，这么近哦，那还是拍一下。嗯、啊？在吃什么？但是我就说你在吃地上的东西。他脚好怪哦，他脚好像高跟鞋哦。颈鹿，颈鹿不一直行动，颈鹿是颈鹿是不怕生。好 cute 哦，很近了已经。可是他我没有被舔车顶。颈鹿。好神奇哦！对啊，他叫他，所以他就过来。完全不怕这个熊，他在他旁边扫地。那这个人他在铲屎。他是铲屎官，他是动物园的铲屎官。嗯，他是真的在铲屎。哎，来了！哦，哦，好有趣啊！啊，来了！啊，好热哦。嗯。你是一个头一个脚，你看这只熊多长，它头它脚在这，头在这边，脚在那边。屁呀、啊，这两只哦，他们在洗澡。它妖娆。对啊，这只好小，它露出一个头。对它，它叫伊姆。伊姆，因为它一直在看我。对，它很可爱。白虎在地上，它是睡在睡觉，这铺马吧，感觉像是铺马。为什么它的待遇这么好？对，它还有喷水池，就在这里底下，它就不会出来，它很热。因为它就想，其实一定想觅食。你看，它们真的肚子饿，你看它才会走来走去。哎，它们真的只有肚带，跟涛一样。它的脸好呆哦。你看这些猴子，这些猴子每天就在这边看过山车。这些猴子专注，这只专注。它的牙齿好像智障。它嘴巴是这样，哇！为什么这边这个总是慢一点？没有一起按吧？它没有同时按。这个引发了我想要玩过山车大亨的想法。这是什么？一个游戏。好，我们逛完动物园了，我们现在在外面，他这边买他那些纪念品的地方，后面那边可以买纪念品，然后前面这边就是他们主题乐园的女消费车。嗯，这边是一个很大的 resort 动物园。动物园普通吧。因为可能或者是我们期待太大，嗯哼，对，我们可能一开始想说啊，野生动物园应该就是，嗯，可以有很多动物，结果就还好，基本上就是一些动物，对，动物种类也很少，对，基本上是牛很多，牛、羊、鹿，然后就鸵鸟，鸵鸟，满大街鸵鸟。最好玩的还是就最一开始的那个湖里面那个鹿，对不对？嗯，那像电影的场景，那个像电影的场景。那时候正好在下雨，对。然后有点下雨，就感觉很像侏罗纪公园。然后还有不错的是长颈鹿，然后大象的话，
大象也没有雪山，也很远、啊、很远。大象啊，什么狮子、老虎啊，这种都是很远。对，就草食性的近。还有另外一个熊，熊棕熊也蛮可爱的，棕熊也是有。棕熊是唯一一个亮点。对，有小小的围栏围着，可是问题是他们很活跃，他们在游水里面在那边洗澡、嗯，所以很可爱。嗯哼，是如果像我们刚才那个车子很多的时候，有时候它容易堵上。因为其实我刚刚进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想说，怎么可能把狮子放出来？不可能！我以为我原来想的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在野外就是这样，因为他已经被训练的习惯了，就不会来攻击车了。那谁知道他把那些肉食性动物也是用围栏围着？我觉得不可能，美国不可能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把肉食性动物放出来。我们刚刚有一个很不错的想法，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动物园应该是要有夜行夜，就是夜卖夜票，然后就让我们可以夜行看进来看那些夜行的，因为这个地方也是蛮远的。所以不然的话，就是你特地不是特地想要来动物园，还是想要去一下周边，像这个 theme park 或是它的。对啊，你如果来 resort 的话，这里真的还可以了，又是有、OK、又有游乐园啦，又有那个带着小孩的话，带小孩来、OK ，带小孩来这里真的可以。然后你如果是哪，这里离市区这么一个半小时的距离吧，大概还蛮远。你可以来这边，你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来这边住个两天一夜、三天两夜的都可以。你对、啊，你可以，他这边我现在他是有那个 member， 他是有 membership。你可以买他那个 membership， 一年都可以来。已经没有迪士尼好玩，但是就是已经不错了。